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，用什么做面膜能祛斑。一、珍珠粉能够增加皮肤光泽和弹性，延缓衰老，美白淡斑。二、维生素 E 有抗氧化，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。三、牛奶可以促进老化细胞脱落，新细胞再生，从而使皮肤亮泽，具有美白淡斑的功效。四、芦荟含上百种天然净白营养素，强效去除色素、色斑、肤色不均、暗沉等现象。以上呢就是用什么做面膜能够祛斑的简单介绍，大家赶紧试试吧。